那铁人我跟你说啊，那里头都是人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一级千万别学 Q， 学 Q 跟小绿人打就是个傻子，知道吧？千万别学 Q。而且我们主 W 呢，不主 Q， 主 Q 那 Q 那小绿人根本就 Q 不着，没个 Q。但现在一级学个 E 还是学个 W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学 E 伤害肯定比 W 高，但是就是得打三下，而且会吸收仇恨。还是学艺吧，打近战还是学艺得了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先生有何吩咐？刺儿，我们这回复能力跟他根本就他就比不了。喷！先生，你是个懦夫和蠢蛋。刺儿，平 A。刺儿，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小杂碎！起立。沉默，刺儿点燃，死了！我靠，两滴血啊！加油！哎，真他妈的，真，咋干哈呀？你剩十滴血我都算了，真的！你他妈剩两滴血，你还让不让人玩了？剩两滴血，我靠！气死个人！他剩十滴血，我咱这事儿都算了，真的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刚才如果被杀应该是塔杀，但是被蛤子给 Q 了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稳。哎，这个一这个 W 呢为什么会没中呢？好奇怪啊。刚才这 W 呢中了他直接游戏结束。你能打过我吗？闪现好闪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闪现。跟我交易，太难了。拜拜，加油！下边我们有点盐。谢谢用户685。其实多叫叫打野来可以，你知道吧？
这个瞎子明很明显啊，就是住我们中路了，非常明显。我祈求与你决斗。跑的不错，挺会跑，沉默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来，把衣给我放了。他好像要升六了呀。这瞎子真挺烦人呢。影子便有深一分。七分钟来我中路三趟，我想想该怎么办啊。我们现在有两种打法。一，还是这么激进的去打着小绿人往死里压他。二，我们猥琐一点让对面直接越塔拿双杀。有两种打法。我选择后者。我要咬断你的腿。没有三，三是没有的。三把蛤蟆 buff 给他偷了，让他难受。厚颜无耻的小子。快跑！快救我！开胃菜是吧？开胃菜。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我溜了。他不追了，那算了吧，溜溜溜溜溜，兄弟。回家了，1750。现在怎么办啊？1750得把药卖了呀。没办法了，把药卖了吧。一会儿那皮还马上给我了，我不卖这药不行了。赎的东西好像有点多，格不够，能不能多加一格？改一下发言，没弹幕了。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请求与你决斗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真笨呐，个大虫子！你关他干哈呀，兄弟？我今天不把你吃了，我就不叫蓝天汉。哎呀，哈哈哈！我来，要我吃！沉默，你也得送我跟你说，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可辣，好像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是要死，回家了，无敌了。嗯，我要咬断你的这个居然没中，不应该呀、Shut down。哎呀，这小鱼儿，这小鱼儿也太小了，你真小。哦，那可真小。你这厚颜无耻的小杂碎！哎，算了，回家了，就这么样了吧。补也就补成这个批样子，拉倒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钱儿不够，再来一波。我一个大虫子又不怕跟你玩，来吧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喜欢在这里补，那咱俩就补。这瞎子可挺烦人啊！哼，这瞎子真烦人，我跟你们，老烦人了。这瞎子可太烦人了。我可以吃一个了，我吃一个再回家吧。啊，我吃一个吧。先生有何吩咐？升级正好一个口全吃，回家。你有毛病是不是？就不能让人好好回家？烦死个人，那么讨厌呢。这也太贪了，这贪什么？这小绿人又没来，贪什么？小绿人来了，我们还能说这叫贪一贪？撤一走，别打了啊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美甲窃魂卷了。我请求与你决斗。旁边有人怎么办啊？有没有人要喝茶？
到底想干嘛？你兵不补了？啊？哎？你到底补不补兵？那我就不搁这儿走了呗，我去上面走不就完了吗？给个灯笼，嗯。哎呀，别砍我！啊啊啊！我操，差点把我泡了！哎，小炮大招咋没了呢？起立。小驴人来了啊！小驴人可要来了，给我打个蓝 buff。吃了吧，中路受信儿。出个猫子吧，先来个猫子，其实应该来个沙漏。他们家的小驴人一杠五，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这俩人不想好了是吧？先让我吃一个刺儿，刺儿沉默。我可太大了，我能在这儿 A 到眼儿，行不行？起立！沉默！起立！推推杠！沉默！起立！我们属于 poke 流大虫子。起立！跑钩！沉默！吃！起立！沉默！起立，24层美甲窃魂卷，起立，推推棒，沉默，起立，小驴人。我为什么往这个地方抠啊？快走，这可受不了啊，这可受不了，溜了溜了。应该有蓝 buff， 吃个蓝。我能避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再吃口屎。投降了。